上你们家住去，就是庙也不是你们工部的，拆得着吗？就是，不是我们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话你听过吗？现在没皇上了，这庙就是总统的，不是我们的，还是你们的？太庙，神仙显灵了呢！显灵，显他妈什么灵啊？吓唬谁呀？把家伙事给他们。 快点！真想不到啊！这塔底下地宫里还埋着这玩意儿呢。是啊，这里什么呀？嗯，打开看看看。哎，我说要发财了，佛爷显灵，这里边八成是金子。哎呦嘿，金子！啊，打开看看。哎呀，哎，看那队官兵走了没有？对对，看看看看，走了走了走了。我说，要是金子，怎么办？还怎么办啊？好好的吃他一顿，嗯，对，买个院子住下，嗯，当杆子头。哎，对，嗯，不好。啊？怎么了？要是金子，咱叫花子的日子就没法过了，那多憋屈啊！哎呀，轻轻的。我看这哪是金子呀，甭管它是什么，先打开看看。对对对，看看，来，打开打开。哎，慢着啊，哎，慢着慢着，慢慢的。嘿呦，哎呦，这玩意儿啊，兽头啊。哎哎，这什么？这喝酒的杯子吧？不是香炉。佛爷，嘿，哎，这好，佛爷，这好啊！还有什么？啊？你看这个，这破竹片子，破竹片子没劲，不是竹子，是骨头的吧？哎呦，看看看看，哎，刻什么呀？上面写俩字儿也不认识，什么呀？写的是？还有什么？嗯，哎呦，这，嘿，这是什么？这小盒子不错，嘿。哎呀，这个太沉了，哎，搬不动，哎，这么大个家伙啊！哎呀，哎，好啊，哎，这什么？这什么人啊？哎，你看那，哎，肯定是金的，金的，哎，是，哎，哎呦，硌我牙了。都是你方的，还金的呢，铜的，咱们卖了吧，窝也没了，明儿进城要饭去吧。别卖，
还是啊把它埋喽。这东西啊原本在地下，见了光他可能不愿意呀、啊。就求还买，你有劲儿你埋去吧，我们进城要饭去。哎，别买，昨儿啊碰见月哥在琉璃厂卖破烂呢，咱们呀给他送去。这人家卖的是古董，怎么是破烂呢？这说古董就是古董，咱们看着它就是破烂。好，给他送去，要就要，不要就不要，要埋还得费功夫。这东西他要吗？让人月哥笑话，送个木佛还差不多。就是、哎、这也送，木佛也送。明儿啊，咱们一人一件给月哥送去，就算咱们帮他一把。嘿、哎，对，好好说，行，好说，就这么着，哪儿去？叫出来，他说要什么，咱往里抬谁、啊？就那么着，在等着呢啊！这么热闹啊！哎呦，你看，哎呦，抬来了，哎，往里抬，往里抬！哎，好嘞，好，来来，请，慢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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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碰着，别碰着，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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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着急，哎，这边儿轻点啊，这边儿，这边儿，这边儿，慢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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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哎，我说，咱们掌柜的给他拼起来，好嘞，哎，别，没事儿。别拼了，待会儿啊先堆院子里，还不知道怎么弄呢。哦，哦来来来，我带你们上后院。哎，别别别，您忘了当初咱上这儿来咱拿一罐子换掌柜的几块点心吃。哎哎哎，走，我带你们去啊，走走走走走走。别说背不住这里就有值钱的东西，哎，值不了什么，什么要这东西当柴火烧都不好烧。哎呀，小心点，小心点，慢着，慢着。哎，来来来，老岳，哎，打水，让他们洗洗手啊。哎，好嘞。洗什么手啊？一年没洗过手了。掌柜的，你要看这东西要呢，你就要；你要是不要呢，我们原封不动的再给您搬出去。要，对对对，一定要，先堆在这儿啊。哎，来来来，这样，拿着。一人一块。哎，不不不，买猪肉，别进来，买猪肉先烧着。哎，来来来，我说叫你们拿上，你们就拿上。哎，假来劲不是啊？我说你们呀，假来劲。来，一人一块，都拿上。一人一块，谢谢您了。月哥，那我们就收下了。哎，谢谢您了，谢谢您了。没什么事儿，咱们就颠儿吧。得，那我们走了。哎，走了，哥几个，谢谢大伙的好啊。哎，有味儿来啊。掌柜的，别走，您留步。哎，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老子走。多谢了，掌柜的，没关系。多谢了，您，多谢，多谢。走了，走了。哎，有空来啊。哎呀，我说呀，让他们送点古旧的东西来，谁知道给搬来这么多个破烂儿。袁掌柜，哟，你走错门了吧？没错，这位就是陆大人。陆大人，您喜欢点什么？你这改了招牌了，还没有请我过来呢。别的店都请我，你们可一回没请。啊，有什么好玩意儿藏着掖着呢吧？啊，哪能啊？我们是小买卖，没有贝勒府那么阔，请您呢也是白请。您看看，这琉璃厂卖东西。跟我们欧洲女人穿衣服似的，什么好卖就全卖什么。嗯，前些日子流行青花，嗯，也不知从哪儿冒出那么多青花来，字画要裙子款的，一下子又都是裙子款了，没有的也都想办法补上。原来发华不值钱，好嘛，有几个法国人买了，家就起来了。就没有那种能从不值钱的东西里找出值钱东西来的眼光。那得有学问，有眼力，
又鉴赏，这琉璃厂有商业眼光的人多，可真要让他把一件东西看出好来的人可不多呀，没有鉴赏。您说对了。你把好东西放后边了吧，卖东西的让买东西的挑，你说挑不出来怎么办？那没办法，我不能强让您买吧，这古玩这行最没有强买强卖的，尤其是您，您不买就不买，您买一件我们就少一件不是？我在你们这听到这样说话的人还真少。我让你看不上，给你个破烂蒙蒙你，看你认不认。哎，外大人，你为什么叫我外大人？叫您外大人因为您是外国人，二您是外行。我怎么是外行？我入行的时候你们张会计还没有呢。嘿，说您外行您还不服，总说我们铺子没东西，这不给您拿出一件让您见识见识开开眼。啊，我老外，我老外，这东西刚才在哪儿？就在您眼皮底下呀。哦，我外行没看见，十步之内必有芳草，没看见，醉过。啊，这是唐朝最精美的铜器。应该有一套，应该有，其他的在哪儿？都在。多少多少钱一件？拿出来我看看，我一定要看看。这东西我没有看出来，可看他的样子一定是不凡的东西。常听人家说四塔之下必有舍利子，看来那几粒七彩的石子也不是凡物。您不要担心钱，钱不成问题，把东西给我，我们呢很想研究这些。您看了也是白看，这东西已经定出去了，给人家留的，拿出来啊又是让您开开眼。不行，这东西要给我，我会出大钱把它给我。哎呀，瞧瞧得了，拿过来吧，拿过来吧，一定要把它给我，您看一下就得了。干给我干嘛呀？你拿过来出大钱还想犯抢啊？你干嘛呀？一定要给我啊！想抢啊？圆明园你们抢的还少啊？说是别人的你就别惦记着了。告诉我这是谁家定的？买卖行的规矩哪儿能告诉你呀？看看旁的吧，要不买东西啊您请。好，今天我走了，明天还会来。我要来不要卖给别人，钱不成问题。给我留着这些东西。陆大人您请。谢谢。哎，请。哎呀，我去，哎呀，这洋玩意儿就是地道啊！哎呀，哇，一个喷嚏打出来，身体轻松了一半啊！哎，这身上的脏东西啊，不定喷出来多少呢！哎呀，陆大人呐，哎，您坐着，我这儿有上好的咖啡呀、啊！哎，得子，哎，你去，陆大人。您瞅瞅这咖啡啊，这是上等的啊！来一碗。喝咖啡得论杯，还有一碗一碗的。
一边和大碗茶混一块儿啊。哎，来，哎哎，嗯，啊，哦，论杯，喝杯咖啡，哎，听着小气，这碗多痛快呀！啊，那来一海碗咖啡试试，指定痛快。你的心非要跳到脑袋上去不可。去，路条搞到没有？陆大人，你是没事不来呀、啊？一来你就是急茬。刚才咱们还聊咖啡呢，这会儿您就路条了。那您呐，就不会松快松快啊？看着你们北京人，天大的事也拦不住出去遛鸟的习惯。什么事都明白，什么事都不干。哎呀，那是境界。北京是什么地方啊？元明清三朝古都啊，啊，养了多少贤人呐？嘿，这股劲儿还不是一天两天能养出来的。八九百年呐，伙计，你们国家有八九百年吗？啊，这叫爷。嘿，所谓京民三品官啊，哪个不是爷呀？啊，像你们似的吃饭一锅烩，那还叫过日子呀？哼，糟蹋老天爷派你们下来走这一遭。嘿，哎，不过呀，对了，你们不信老天爷，耶，你们叫什么来着？真叫人受不了。说路条，他能给你扯到老天爷上去。说话聊天怎么就那么痛快呀？哎，感情治病。哎，告诉你别着急，路条一准拿到，再等两天啊。等吧，等吧，等吧。我还有一事要跟你说。说啊，不说我怎么做买卖呀？说吧。说了怕你办不了。嘿嘿，你还别激我。说是你来中国日子不短了吧？这点小招都是小儿戏。我呀，不接你的茬儿。人要说我办不了，我就办不了。你要办了，我有重谢。怎么个重法？100两黄金的重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钱我要不想挣，我爸我妈白生我了。路条，现在已经不是大事了。刚才我在一心斋看到了一些唐朝庙内的东西和陕西咸阳地宫的东西像，现在欧罗巴大博物馆都在抢购这路货，我非常的想要这批货，非常非常想，可是那个萧元不开窍，他一点想卖的意思都没有。你帮我从他那儿买出来吧。嗨，什么事儿啊？小事儿一桩啊！别说现在有的货了，哎，就是整个琉璃厂没有的东西，只要你有价，想要，指定给你找来。哟，爹。今儿您得空啊，白老爷你好啊。免了，现在是民国了，什么都得变变。哎，爷，今儿您得闲啊？没钱的时候啊，最有的东西就是闲子。没钱就有空，这有了空呢，就想来看看你的买卖。哎，雪儿啊。这么多东西怎么还不赶紧把它卖了？这不
正等客人呢。没等着客人呢，倒把主人给等来了。雪儿啊，哎，我找你有点事儿，我楼上等着啊。啊啊。哎，陆大人，这就是八九百年修来的劲儿，难拿不？难，下辈子也难改。他不喜欢我，我走了。老爷，您喝水。我早就跟你说过，跟洋人做买卖，挣他们的钱不干净。怎么又把他给招来了呢？前些日子金安在外边听人说，贝勒福把吃饭的碗都卖给洋人了，你说这叫什么话？爷，没招他。他整天在这条街上转悠，今儿是碰上了。听说你求小五宝办事了？一点小事儿。小事儿？这东西啊，说不好就是只尚方宝剑。用它干嘛呀？没什么，外地有批货，怕运的时候路上不太平，开个条子方便点儿。哦，好，你干什么呢？按说我是不该问。不过你要是偷着给老外运东西，那可不成。啊，我原是个贝勒，按说现在开这么个小铺子，也不算个什么事儿。事儿虽小，可要干这通奸卖国的事儿，那事儿就大了。不求名垂青史。也不求遗臭万年，对不起大清国列祖列宗的事儿，咱可不干。那不能。我话就说到这儿，我走了。该怎么办呢？你就看着办。啊啊！贝勒爷，您不带点银子？带着点吧。好好。这个放这儿。好，这个放这儿。好，盖上吧。哎，葛远啊，跟他们说，要看好前边那辆车啊。哎，放心吧，掌柜的，嗯，出不了事儿。不是有两个镖师护着呢吗？您放心吧。好的，一准没事。叫太太吧。好，太太，走喽。哎，来吧。哟，您怎么还急着自个儿就出来了？啊，来搬出去吧。是这样，路上呢有人护着你。啊，我谁也不用护，老没咔嚓眼了。抢东西也不会抢我呀。要我说啊，雇一辆车就行了。干嘛还雇两辆？嗨，三天多的路程啊，不宽敞着点儿累呀。哼，三天算什么？当初
我还是走着来北京的呢，饿了向人要口吃的，困了就睡在道边上，五天多才到。哎呀，你现在不一样了啊，你现在是太太了，这太太就得有太太的样吧，啊，你说是不是？哎，我天生就没有当太太的命，刚想过两天消停日子，又在乡下买了地了，说是让我看地去，还不知道你肚子里憋的什么坏。好了，我的小宝贝儿啊，哎，咱俩不是说好了的吗？等我盘了铺子，我一准回去。啊，你看，这京城都要签了，这琉璃厂还有什么戏呀？哎，要不这么着吧，你要真不想回去，那咱们现在就回去。哎呀哎呀，行了行了，我盘了铺子，我一准回去。啊，我走。嗯，我也想种豆子种辣椒的日子了。眼不见心不烦，你自个儿照顾好自个儿吧。哎哎哎，过不了几天啊我就去，我前面还有车货呢。哎，这箱子里装的都是什么呀？把这东西拉箱下去干嘛呀？是顺路，先送礼再送货，我是两件事啊一趟标，往乡下拉呢自有往乡下拉的道理，到时候你看着吧，这左右啊是一趟大买卖。哎，扶太太上车吧。哎，慢点啊，慢点啊。哎，对了，路上照顾好太太啊，辛苦你了啊。哎，路上小心着点啊，拜托拜托。放心吧。回去吧。哎，好了，你走了。你看啊，您看这东西是不是很杂呀？既是铁塔地宫下的东西，哎，必有大德高僧的舍利子啊。哎，您看这个。啊，娄先生，嗯，您看，是是，这是舍利子，在佛教中岂止是文物啊，是圣物，圣物啊。真的，回去我得查查铁塔四下应该葬的什么人的舍利。佛祖释迦摩尼的舍利子曾流入到中国来，只是现在知道八大处有佛牙塔，其他的在哪儿就不知道了啊。这对研究佛史有极大的价值啊，这是文化中的一个重大发现啊。你看这都是鎏金呐，工艺上又是这么精致，真是难见之物啊，更何况这是从地宫里出来的，那意义就更不比寻常了。娄先生啊，您再看看这个，啊，这象牙板是什么呀？说光不光，啊，哎，有放大镜吗？借来一用啊。娄先生，请。啊，
去问问。谁呀？关张了，明儿来吧。袁掌柜在吗？有点急事啊。袁掌柜不在，买东西明儿来。这么早就关门了，买卖还做不做了？有什么宝贝怕见人啊？哼，不开眼。楞严经一字不少，这大概是所见非常早的楞严经的译本啊，这全都是撰文呐、啊，稀世之宝，稀世之宝。这箱子里的东西件件有来处，件件是宝。娄先生，您要是喜欢的话，就拿家玩两天。玩儿啊，这个字谁敢说呀？古人管这类东西叫文玩，还有个文字其中呢。后来乾隆爷把它改叫古玩了，这玩字总在其中，且将文字也去掉了。哎，真是越改越没有品位了。其实这些东西，别看小，一般人还玩不动呢。嗯，没有学富五车的学问，谁敢称作玩呢？啊，哎，现在的人呢，时而看重官窑，时而是宋元古画，再者古玉田黄，把这类东西都归到杂项里去了。谁又知道就这些杂项的东西，就其价值来说，会超过那种纯工艺性的东西呢？嗯，哎，倒是洋人先看出来了，可叹可叹。再说了，就这几件来说呀，除了舍利，哪件又不是艺术品呢？啊，看您是真喜欢，娄先生，我让老岳给您送回家去吧。说句实话，我经过小崔的那件事儿，就再也不敢相信古玩行里的那些客气话了。说到底，还是没钱，把我家卖了，哎，一件我都买不起呀。值那么多钱，一说到钱就脏了这些东西啊。就我来看，箱子里的啊件件东西，只要想买，要多少钱都不为过。哎，可惜呀，能出得起价的，除了陆大人那样的老外，国内难有其人。要说这么大的中国，有钱的人也不少啊。有钱的呀，他不会花钱来买这些闲东西，他能花一万两万的去买小老婆、修祖坟，他绝不会把钱用在这上。他想买的呢，又没钱，到头不是老外买走又如何？想想真不如让这些东西在土里多待几年呢。娄先生，您别那么说丧气话呀。我虽然没什么大学问，可《论语》我读过半部，我知道“为富不仁”一说。今天要不是遇见您呢，我原本看这些东西啊，我真觉得它到了用的时候，它不见得呀，啊？比一张大饼有用。现在听您的一番话，就把他们和咱们的家国祖宗联系到一起了。您放心吧，我就是遇着天大的事儿，我也不会把它卖给外国人。娄先生，我只求您一件事，有了合适的买主，您带我这儿来，钱多钱少无所谓，匀给您，
我放心呢。听你这话，也算是肺腑之言了。买主呢？我想想，也许有金融界的朋友，既有心，又有力。东西你收好了吧？今天我收起来，就不再给旁人看了，专等您的消息。哦，你这么看得起我，我一准儿的到各家去说说。那我谢您了。嘿，别谢我，为祖宗留下的这些东西，谁也当不起谢字儿。啊，那我走了。且慢，娄先生。后院还有几尊木佛，您要不要看一看？哦，木佛啊，要看，要看。啊，请。好，好。老岳，把东西收一下。哎，好。您慢点。哎呀，今儿这琉璃厂，我可算没白来呀！啊。掌柜的，掌柜的，柳妈来了，让她在前面先等会儿。好嘞，我抽完这口就过来。哎，刘妈来了。哎呦，崔大掌柜呀，哎呦，您好气色呀。刘妈，哎哎，我托您打听的事儿打听的怎么样了？好打听。好，前脚去呀，后脚就打听来了。来来，坐坐。那条街上啊，有我一个大妹子。哦，没许人家吗？没许啊。倒是提亲啊，有那么两三家，都是拉车卖煤的小吏辈，那于师傅不乐意啊，说啊，这家境本来就不好，哎，怎么也得找一个耍手艺的呀，开铺子不敢想啊，啊，是个伙计就行。哦，槐花十几了？哎，二八俏佳人十六了啊。哦，正好好年岁呀。柳妈，是这样，这两块大洋您先收着。哎呀，您受累。哎哎哎，我求两家不如求一家。嗯，我还得烦您去一趟，您拿着我的八字儿去求亲。哎，事成之后呢，我还有重谢。哎，成。钱我不在乎。这事儿哪有办不成的理儿啊？慢说我柳妈啊，这张描花绣凤的嘴啊，就是去个笨嘴拙舌的，也必能说成。谁不知您崔大掌柜呀？啊，这事儿就交给我了，嘿，您就啊等着摆酒办事儿吧。妈，还有句话我不得不说清楚了。嗯。我娶那槐花可不是正房，是偏房。啊，也对，也对。您喝水，喝水。哎，您这儿我听说了，还有个太太，有个太太。那也不是什么正太太。啊，不是，那乡下还有人。乡下也没人，郑太太还没有呢。哦，空着呢。空着呢，空着好，空着好。没有正房，先娶偏房，这也好。先小后大，先小后大嘛。哎，也不是这个意思。
正房的人呢倒是有了，还没娶过来呢，空着呢。哦，这叫双喜临门。那一门我也去说说。啊，那就不劳您大驾了。那门已经说的差不多了。来，喝水，哎，喝水。哎，柳妈，哎，您看看明儿我给你准备的这些东西还缺什么吗？够了，够了，不少了，您就请好吧。慢点啊！来，给我，给我，给我！哎，这原就是风里雨里淋的东西，还值得为他们夜里起来？哎，娄先生的话了，这都是国宝，原来他怎么样啊那就不说了，到了我手里就是掉个渣儿那都是罪过。我要是有了钱啊，把这些东西都收了，开个博物馆，让娄先生经营着，一件也不卖，谁爱看谁看。中国地方太大了，毁的好东西啊就够你开博物馆的了。就是啊，什么时候告诉老百姓这些东西都是祖宗传下来的，是个荣耀，千万别毁了它。谁能告诉他们？哎呀，这通忙活怕咱们俩折腾得够呛，佛也没吃，咱们俩成落汤鸡了。哎切，哎呀，佛爷要有眼呐，对咱们得照顾照顾。那你就许个愿吧。哎呀，我没什么愿，我帮你许个愿吧。哼，你知道我有什么愿啊？知道。让佛爷保佑着，早点把九儿给你赎出来。你呀，对不对？行了，早点回去休息吧。哎，那我回去睡觉了。去吧。哎。